称谢耶和华，传扬他的奇妙作为，欢喜快乐赞美他的名。仇敌在神面前倒下，因神伸冤，便屈按公义审判。神斥责外邦，灭绝恶人，拆毁他们的诚意，他们的名号归于无有。耶和华为王，按公义审判世界，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，在患难时做避难所。认识神明的人倚靠他，神不离弃寻求他的人，应当歌颂耶和华，将他所行的传扬给众民。他纪念受屈的人，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。神从死门把人提拔起来，求神怜恤，看顾受苦的人，述说神的美德。外邦人陷入自己所设的陷阱，耶和华施行审判，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。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归于阴间，穷乏人和困苦人的指望不会永远落空。求神起来，使外邦人恐惧，让他们认识自己不过是人。今日写除罪状，描述家族拜偶像的行为，父亲和祖父的精神和健康困境，以及家中财产的拍卖和官司缠讼。圣灵的引导让我认罪悔改后，并感到头轻松许多。赞美主，爱您的天父照着你启示给我的话成就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